欢迎到乌代埔的水上皇宫，看看刚好有一个船过来了，可以游船玩水看一看，然后再向那边看的话就是清真寺啊。你怎么讲话这么低声细语的，有点不大习惯。我去问一下吧，要不要？好，慢些。我家的姑娘嘛，反正也是我家的姐，住在一起都不知道怎么哭的。是吗？对啊，就是外面是可以卖的，但是这是人家国家，我不敢卖，自己国家我没办法。开视频。到了乌代埔的城市皇宫哦，在里面，然后可以看看这边就是整个大皇宫的博物馆，现在是博物馆啊，想当年就是皇宫。教布尔难得看到上高速公路，摩托车也可以上哦。它的钟楼啊，啊、哦，我知道，在整修。对，城堡，城堡，哦、对呀、啊，我们在城堡旁边，对呀、啊，我就在，我们就在城堡旁边呐、啊。难怪车子不能来。他车子还是可以来的，不愿意过来而已。